台湾设计展屏东选物。历经两个多月的征件评选，屏东设计展屏东选物从60件商品中选出11个品牌、13件商品。这一次希望能够推广这个屏东的这个文创的这个能量，所以我们这一次设计出来的这个联名商品有11个选物呢，会在台湾设计展期间贩售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次台湾设计展，把这个屏东的这些好物、文创好物的通路打开。入选商品有排湾族图腾纸胶带、鱼类造型木制品、手作生活陶与手染布书等，包括器皿、文具、食物、生活用品等类型，设计概念都兼具屏东地方特色与创意美学。希望把过去的传统能够创新出一个新的生命。那刚好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那透过在我们的部落的生活，不管是婚丧喜庆，还是环境，还是建筑，都可以到处看得见这么样的一个图腾。那把这个图腾呢，用在这个日常生活。把排湾族图腾设计在胶带上，开发商品者希望让排湾族文化融入民众生活。另外，运用屏东在地洋葱皮、懒人叶与浮木等植物单染料制成的手染布书，充满手感温度。如果有刷图案的，几乎每一本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一本都是非常具有那个特色，整个都是纯手工，而且我们的材质都是纯天然的，一般的棉布或是棉麻。文化处表示，在台湾设计展期间，每个周末都将举办超级市集，除了屏东选物外，还端出使用在地食材所开发的商品，也只有到现场才能享用。而设计展结束后，将安排到华商文创园区展售，展现屏东设计的软实力。原视新闻歌手屏东市采访报道。